What? Okay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娃等等的妈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前面是 STC， 然后我现在一路沿着401向东。这期视频，熊娃等等去的红河沙滩公园，它是多伦多的十大沙滩之一。大家还记得熊娃董董之前去红河森林公园抓小龙虾吗？以及去红河峡谷 hiking？ 没错，就还是这条红河，它发源于多伦多北部的橡树岭冰碛区，一路蜿蜒的流向东南，在其最南端通过一段沙道注入安大略湖，在河流和湖泊的交界处还形成湿地景观。在湿地生态系统里，动植物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，因此在这里你不仅可以看到广袤的安大略湖，享受沙滩的乐趣，同时还能感受湿地景观。大概就距离多伦多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，所以上了高速之后很快就到了。Port Union 下高速，很快就进入一片非常宁静的湖边社区。大家看到路边的这些车了吗？这说明里面已经没有停车位了，所以大家赶紧停车吧，不然就像我一样绕了大半天停到更远的地方去了。到啦，但是湖边那边的停车场没地方停车，然后我们只能把车停在这个社区的社区中心的停车场上面，然后现在要走到湖边去。小哥又在劝人家返回，然后我们就是从这里走下去，就是那个沙滩了。我好像走到这里我才基本确定我去年肯定来过。让我产生困惑的原因是，去年多伦多地区多雨水，整个安大略湖是淹没的状态。哇，这是一片沼泽，好可怕。原来是一辆飞驰而过的火车，很快相反方向又来了一辆。我查了一下，这列火车是属于 Lakeshore East， 主要是连接多伦多与大多地区东边的几个城市，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宝藏公园。大家看到这个木头桥一定要进来看看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也就是红河的最南端了。其实这里有两座桥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座是火车通过的，在后面还有一座是供行人走的。后面的那座桥走上去就有几个森林步道，从上面拍摄的景观就有一种这边风景独好的景象。我去年上去过了，所以今年就不上去了。下面我分享一些我去年拍摄的照片。接下来就和熊娃东东一起领略安大略湖风光。安大略湖属于北美五大淡水湖之一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群，同时它也是五大湖中位置最东、面积最小的一个湖。从这张地图也能看出，大多伦多地区很多城市都分布在安大略湖沿岸，因此在多伦多短暂的夏天里，安大略湖沿岸的各个湖滨公园是绝对的网红景点。这个公园的特色在于它位于湖水与河水的交界处，地势低洼，形成湿地景观，河水流速缓慢，适合划船。去年熊娃东东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夏日傍晚。结果今年就翻车了。你这么快就能摸啦？你是干什么？你告诉妈咪。我打完，那你是干？哦 ，go to the car。那你要不要跟 Lake 拜拜一下啦？拜拜 ，see you later。你为什么？